对啊是什么意思？拿捏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然后，动作还可以更完美一点，然后同步还是有一点进步。别这么问他了。上次也是，就是年龄小，他并不太能够完全的理解奥运会的意义，包括也第一次参加嘛，对奥运会的未知，再加上上次确实跟大家起黑的时候，琪琪会作为主导的话，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紧张。这一次的话，相对来说我可能会比上次更紧张一点。今天你要做主导，你是姐姐了。也不是说我要做主导吧，就是可能，对，可能就是经历过更多的比赛之后，会对奥运会的概念更新一些，包括其实第二次参加也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吧，我觉得。